一个朋友前一阵子跟我说，哎、欸、，Eric， 我想要买 Skoda 的 Kodiaq 5+27人座，就去试车去看的，结果后来没买，买了 MG。嗯，我问他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说 MG 比较优惠吗？他说没有 ，MG 很硬，一点优惠都没有给我哎、欸。我说那你怎么买 MG 呢？